外媒报道，英国演员海伦·米伦获颁第七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终生成就奖。柏林电影节新任执行总监表彰海伦·米伦，对于角色的刻画有力量且令人印象深刻。不论是《日历女郎》中的克里斯，还是《女王》中的英王伊丽莎白，她对强大女性的诠释堪称教科书级别。海伦·米伦194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，1981年凭电影《恩怨情天》获得当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，1994年以《疯狂的乔治王》获奥斯卡女主角奖提名，2006年凭借《女王》，海伦·米伦斩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。本届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将于2月27日举行。非凡娱乐是。